且夜夜皆是圆明具德。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具足万德万能。啊，也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明代表智慧，圆代表德相，啊，圆满的德相。这是自信本来具足的，而且呢，不生不灭。本自清净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这里头注意什么？注意是一夜这两个字，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一夜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夜毛里头，夜夜微点。一尘里头，一叶微点，这个意思，诸位要听懂啊。这个微点，其实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。32亿8000年，那个里头的一念就是一个微点，一叶微点呢、啊？我们这一弹指里头有32亿8000个微点呢、啊，啊，这个科学家讲小光子。啊，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秒的时间长了，比弹指长了。啊，一秒钟，如果我们弹指弹五次，一秒钟弹五次，那一秒钟有多少个微点呢？1600兆，一秒钟有1600兆。这一夜两个字就是讲这种事情啊，一秒钟里头1600兆，每一个微点都是圆圆啊，圆明具德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圆点里头，我们今天用科学来说，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全是圆满的。圆满到什么个样子呢？跟变法界、虚空界没两样。一叶微点里面都有世界。